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早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是2024年的6月25号，礼拜二啊。好，今天的话呢，好像啊，对，有那个课程啊，有那个训练课程啊。我们很快的哈，那个复兴店，高雄复兴店跟新竹店就开了哈，所以今天一样有课程。啊，所以呢，他们课程所准备的美好的食物呢，我就可以在下班的时候拿来吃。我昨天想要拿，但是因为太赶了，我要接我女儿，我就想说就算了，就不拿了哈。那今天的话呢，一样有餐点可以吃。今天的话呢是饭类的哈，饭类的。昨天是面类的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，其实炖饭的话比较喜欢吃炖饭，也不对，这样讲什么？就是说，如果是吃那个焗烤类的话，比较喜欢吃炖饭了。焗烤饭，好，那如果是面的话呢，就是那种炒类的话，我觉得意大利面还是比较好吃的。啊，昨天没有啦，是有点可惜，但是想一想就算了。我现在体重是有比较胖一些些，啊，或许上天总是有最好安排。好，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老师啊，思山，他会教复兴店跟西湖店的伙伴们，好，怎么样去制作餐点。啊，对，还有廖队长。好了，我们就上班吧，各位朋友，愉快，拜拜。